救生命，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不可坏宝鸡迦罗罗王得普难住法界教化众生谢陀门，住法界，住法界住在什么地方？咱不讲法界性吗？讲法界性吗？要是在人间说，像咱们释迦牟尼佛所住的菩提树，无穷无尽的菩提树，那咱们因为就是一个，就印度那一个，不止了。所以像这个，它骗作一切觉树，就是骗作一切菩提树。这样住法界，咱们可以这样理解：在一微尘里头，有无穷无尽的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一个小世界，每个小世界里头都有个菩提树。都有个金刚座，片座的含义是这样，但是你得一层一层的这样解释了，才能理解了。华严经就是入世啊，学华严经的就可入世，这样解释。清净树基迦罗罗王得普成就波罗蜜精进力谢陀门，六度的精进度，是吧？往昔修因的时候。专门修精进度，修精进得成就了，因为他精进嘛，精进就含树籍的意思，清净树籍。不退心加庄严迦罗罗王的勇猛力，入如来境界。勇猛力还是含着精进勇猛啊，不懈怠啊。能以这个入如来境界的解脱，境界呢就是跟前头一样的法界，无境界的境界，无境界的境界是怎么讲呢？意念当中的，性具当中的，要加以不可思议得入。反正可思可议的入不进去，大海树舍斯利的迦罗罗王能得解众生烦恼海谢陀门，这个在这个语文当中呢脱了这个是大海舍斯利，大海就是能解众生的烦恼海，解众生的烦恼海就奢侈一些众生，古来到传来的那个翻译的本子没有这一段，后来传来的本子有，就把它补上的。兼法净光迦罗罗王得成就无边众生差别自谢陀门，这个大家前头讲过很多次了。差别自，众生的是无量的了，是差别的了。你必须得有差别智慧，才能够利益种种众生的，他的根基对机说法。差别自就是这。众生的无量的差别，所以菩萨呢他就成了差别字来去动生他，众生无边呢，说度他各有所好啊，成就的字也就多了。
妙严观寂迦罗罗王得庄严佛灭，佛灭城胁陀门。城，咱过去看看古城啊，如果到西南的还存在古城，现在我们的长城大家知道吗？长城是什么意思？防备匈奴的嘛，防备匈奴的。那时候匈奴啊非常的厉害，从蒙古到新疆，就是靠西北那一条线都是匈奴的境界啊，匈奴境界。我们汉地城内和长城以内的那个就是我们汉人居住的，长城以外的都是匈奴居住的，说修个城修万里长城挡匈奴的。那我们现在每一个城防强暴的，防盗贼的，就是城有防敌意。有个城呢，就像我们一个寺庙修个围墙，这也是个城了。我们在城内得南进过，大家在里头南徙，能够修养，这个含义。如果门开了呢，叫通达意，叫隐奢意，就是城的含义，城的含义。现在我们新建的城市啊，城都拆了，没有城了。现在来的敌人呢，靠那个城是防不住的了。我刚才跟大家讲，没有用处了，作用没有用处了。现在我们讲这个城啊，可不是这个城，是法，防非的，防非的，这法城，法城。庄严的法城，它有一个三个意思，什么三个意思呢？心城，心城，心城就是性空，心城就是性空，那心成了性空故，一切迷惑入不来了，防非止过，把我们心防护好。那我们这个心的这个性功德，它具足了恒河沙的性功德，那就是养母的性功德，成就这么个代表的意思。如果开门呢，就八万四千法门度一切众生，从以是八万四千法门，我们要入一门都可以得成道，这个含义，所以庄严佛的法城得了这么个解脱门。普解四现迦罗罗王得成就不可坏平等力解脱门。咱们前头讲的法身呢，法心是无相的了，无相是不可坏的，本体是真如的，真如是平等的，就是咱们那个讲的佛性啊，咱们佛性啊，佛性是平等的，没有分别的，难住平等，这就是成就力，成就力。普观海迦罗罗王得了这些众生身，而为现行解脱门。调伏众生，示现同类舍，就这么句话。要调伏众生，得示现跟他是一类啊，你跟他不同类，你摄受不到他呀。龙云大目经迦罗罗王都普入一切众生的目，目就是生行字，目就等于死生，众生的。莫此生彼，生死，都有你所做的业啊。这叫什么呢？这叫生死的智慧，
就是了知生死，普能若，普能若是对一切众生的生死都能了知，尔时大树即立迦罗罗王，成佛的威力普观一切迦罗罗众，而说颂言。以下呀，这个颂言就是赞叹佛，再说自证。佛的法门无量，功德无量，咱们现在所举这些个众啊，每一种类都有十种，他们都各得一份，不是全部的。佛得无穷无尽，佛的法门无穷无尽，他们只证一法得一份，等他达到究竟了，他就全得了。这以下嘛，这个大树吉利迦罗罗王成佛的威神力加斯利，他在观他所有来的这些迦罗罗众，说战佛的偈颂，说每个迦罗罗王他们所得的，佛言广大无边际，普见十方诸国度，其中众生不可量，现大神通悉调伏。这个大树吉罗王他自己所证得的是什么呢？无着，什么也不执着，无奈，普观一切众生，说一切法让众生得解脱。佛神通力无所奈，遍着十方觉树下。言法入云悉充满，宝吉听闻心不腻，就是不可坏宝吉迦罗罗王得普难住法界，教化众生的解脱门。佛于往昔修住行，普尽广大波罗蜜，供养一切诸如来，此树即往深信解清净树吉迦罗罗王，他得到一个普成就波罗蜜精进力解脱门。如来一一毛孔中一念普现无边行，入世难思佛境界，不退庄严悉明度，不退心庄严迦罗罗王，他得入了佛的容猛力如来境界，得这么个解脱门。佛行广大不思议，一切众生莫能彻，导师功德智慧海，此之此王所行处。迦罗罗王他是到大海，是以龙王为食的了，说这地方就拿大海来说，奢侈力的迦罗罗王，他能解海，能把海给你生干，把水海上把龙王抓出来吃，说他对于度众生，把众生的烦恼海，把众生的烦恼海给你解决，使众生得解脱。这书抄上说第五地记赞，因为嘛，在原本上好多本没有，他这特别补充不说啊，不说的第五句，如来无量智慧光，能灭众生慈祸王，一切世间显救护，是兼法所持说。兼法净光的迦罗罗王，他成就了无边智众生的差别的智慧解脱门，法身广大不可穷，其门种种无数量。如来处是大开禅，此妙极能入能明入，妙极庄严迦罗罗王得了佛的庄严法乘解脱门。一切诸佛一法身，真如平等无分别，佛以此力常难住，普解现王师具言。
普结县王，普结寺县的迦那罗王，他成就了什么不可坏呢？平等力不可坏，他得了这么个血统门。平等是不二的意思了，这一切都平等，不二的。咱们跟诸佛都平等，不二的，只是理呀、啊，就是本具那性体平等无二的。在世上。凡是这个说平等的都是说理呀、啊、不是说事啊。事要能够回归于理，那事也平等了。在事没回归理之前，差别相不平等的。有差别相就付出平等字而起的妙观察字。妙观察字。观察种种的差别相。得这样理解、啊、佛悉住有摄众生普放光明遍世间种种方便四条福只胜法门观海悟说普观海迦罗罗王他了知一些众生的无穷无边的无尽的形类形象有一个形象就是种类大形象有大形象的种类小形象有小形象的种类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像那些个种类佛观一切诸国都悉依夜海而难撞普于法于于心僧龙音谢脱能入此龙音大目精进迦罗罗王他普入一切众生莫此生彼，莫彼生此，就是种种的交叉着，一直夜海而难撞。就是众生的生死的字，得着这么种字坏。这迦罗罗王嘛，就解释如此了。下头是阿修罗王，阿修罗王。咱们这个讲的都是鬼神啊，都是鬼神。鬼神修道都能成，都能得道。这些个说这些个菩萨四现，四现，到一类一类的继位。华严经就是叫杂华呀，杂者是因非常之杂，种类非常之多。都能成佛，那么人道呢？所有那些个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呢，这都是人类的，它实现的人类的成道。成道了之后，去度这些众生，说这些众生啊，都有佛性，证明这么样一个问题：不论哪一类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而能都示现为大菩萨。那么一下就讲阿修罗了。阿修罗，可能大家都知道阿修罗，经常哪部经都有嘛。阿修罗，特别讷，阿修罗，跟夜叉是同等的。夜叉咱们前头讲了，阿修罗还没有讲。阿修罗跟那个夜叉、罗刹，他们都是同类的。不过阿修罗嘛是，咱翻他的叫信不惧，就是讷讷的，非常的凶讷，非常凶讷。那么这一类的阿修罗嘛，
它本来是属于轨道的，属于轨道的，但是呢，也属于天道的，也属于天道的。有时候阿修罗没定，就是天人天人，完了定六道的时候，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完了对于那个畜生，这六道轮回的阿修罗道。但是有时候呢，没有了，就是五道。你看有的经上说五道众生，五道就没有阿修罗，那把阿修罗就骗于六道，骗于这五道。天有天的阿修罗，人有人的阿修罗，畜生有畜生的阿修罗，啊，地狱呢也有阿修罗。到地狱那受罪去，他跟别的那个受罪的分子不同。有时候战斗一类的鬼，它属于鬼类，那就叫阿修罗。阿修罗、阿修罗、阿修伦，飞天不是天的一类，因为它不端正，不端正，善戏论，飞通了。这是印度古来最讷的神一种，经常与天竺、与第四天作战。那么在这个讷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六道当中，都有六道当中的时候，除他本道之外去。每一道里头都有一种的特别讷的，也管它叫阿修罗。记载时候，阿修罗他的身子好大呢，是天道的啊，84000由旬，84000由旬，一由旬有40里，有八十里，80里最高的。40里是最低的，有的叫60华里，这由旬呢，一由旬等于好多呢，有40华里、60华里、80华里这么大。那这个阿修罗王、阿修伦王啊，阿修罗就是阿修罗，他的身形呈84000由旬。咱们就把它说最低数说吧，40华里一由旬，84000由旬，就84640华里，你算这数字好大吧？他身体又好大，还不止此，有时候他把他身体变成了168000由旬的身体。到了那个日天子宫、月天子宫，月王、日王见到他就害怕了，这一害怕光明就失掉了，他有这么大的力量。说印度人呢，说这个日食、月食，说阿修罗到了日天子宫去了，到了月天子宫得到这么个结果，你说他的身体好大，把太阳、月亮都堵住了，这是他过去的因。什么因呢？他是最三种的最大的过患，嗔恨心特别重，怀疑心特别重，讷慢心特别重。佛在这个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当中列入了10种，在那个经里头列种说10种，说这个10种阿修罗的报的业因，报的业因，从众生当中，变成阿修罗，但是他善业也很大的，没善业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那个什么呢？讷作业。
身形的微讷，口形的微讷，意形的微讷，骄慢，我慢，争上慢，大慢，邪慢，慢慢，这样子。但是他有很大的布施的功德，很大的，他也利益众生，也利益功德，这个善根。但是他又记住这么多祸业，这么多祸业。有个阿修罗所说业报，叫正法念处经。这正法念处经的第十八卷，说有两种，一种是鬼道所说，是魔神恶鬼，但是他有神通力；而畜生道所说，畜生道所说的说持种阿修罗住在大海底下须弥山的一侧，首楞严就楞严经是所说，阿修罗有四种，有胎生、卵生、丝生、化生，四种的阿修罗，生不成。那正法念处经呢，它有四大阿修罗王，同于一切其他的阿修罗众，经常与天众战斗，就是罗侯摩切阿修罗王，身量广大，入须弥山，遍身的珠宝，阿修罗的遍身都是珠宝，富贵的很，能放光明。他想到天上去见天女，把他的手把日月光遮住，令日食月食现，这是佛经说的啊，在科学家现在不是这样说的啊。有者他的身眼跟那个所有的阴女，就是他的侍女，他的眷属，寿命呢五千岁，阿修罗的寿命五千岁，人间的五百岁就是他的一日一夜。但是呢，他有寿命没到的时候就死的，阿修罗寿命没到的时候只死，寿命他有中间段，就中夭，但是寿命很长了，人间五百岁是他一昼夜，那他的五千岁该和人间好多呀。但是这里头又有去那些大菩萨去教化他的时候，示现阿修罗王。咱们这已经讲的阿修罗王不是阿修罗的本身了，是菩萨了。现在嘛，说天讲这个十个阿修罗王啊，罗侯阿修罗王身量广大的，还荣见阿修罗王，他的威势还胜到罗侯罗阿修罗王，寿命比前头那个还大很大，大多少呢？大一千岁。荣见阿修罗王嘛，他的人的这个阿修罗的寿命六千岁。六千岁，但是呢，人间的六百岁为他的一昼夜，他活六千岁。华曼阿修罗王，他的威德比前两个阿修罗王更大、更盛。人间七百岁是他一昼一夜，他寿命七千岁。毗摩子多罗阿修罗王，他的威势跟他眷属比那个罗侯阿修罗王、荣见阿修罗王、华曼阿修罗王还大，还大。
在《旧经论》中或者别离阿修罗王有六曲，阿修罗王啊有六曲，第五曲而以阿修罗为他曲所设，在大毗婆沙论上载，阿修罗为第六曲。大智度论上说，六道有善恶之别，阿修罗也有六道，光是阿修罗六道，它有上中下，上者就是天，中品的是人阿修罗，下品的就是地狱恶鬼出生，三恶道阿修罗，阿修罗。正法念咒经呢，说是五曲，五曲，把阿修罗列为鬼道畜生。佛地经论上的第六卷，阿修罗的种类不定。正法念咒经，佛地经论第六卷都这样说，阿修罗的种类不定，或者为天，或者为鬼，或者为畜生。楞严经嘛，这就四类了，说他是以护法力，他有时候还护持佛法，护法力成就了，从懒而生，从懒，他有胎懒思化四种生。说在这天人和天上的诸神，他的德有损有降，有损有降，那么降到阿修罗，那是从胎而生，这叫属于胎生的，就变了人类了，人类所说的就是人类阿修罗。阿修罗力量非常的大，非常刚猛，常与天地四，跟梵天地四啊来争统治权，在天上作战啊，来争统治权。这种阿修罗呢是化生，化生，尤其是人生，人类的，人类生了之后他不在人间。还有一份最下流的，最下流的阿修罗，他生于大海。大海呢是水的一个血口，咱们说血口就像那个，咱们经常的说那个水的有玄水那个地方，黑洞啊，水里的黑洞，可能就是这个黑洞就是那血口。这种生呢是私生，这种私生的呢属于畜生道所设。那么阿修罗究竟住在什么地方，说的太多了，不同各个经论呢论述阿修罗特别多。他的住处，起世经阿修罗品说有四大阿修罗王住在须弥山的四面的海里头。咱们经常因为讲阿修罗，咱们现在把他就是我华严部同学把他摘了很多，把注经论呢都摘了引证，还有大家特别了解阿修罗。那么住在须弥山的四面，在须弥山之东，距须弥山呢1000由旬，大海之下，有贝摩子多阿修罗，他得住这个地方，住地方，方圆有好大呢，8万由旬，7重成壁，他
他也有婆罗摩婆罗地宫，摩修罗的地宫广一万由旬，一万由旬，所以中央嘛又有忌讳错，成有七头。什么叫七头呢？四周有四座园林，王宇住小这个阿修罗拜，在这个园林游戏。在须弥山的南面，也是过一千由旬的大海的水下，住着是荣耀阿修罗王的住处。须弥山的北面有千由旬的大海水下，有罗侯罗阿修罗王的住处。须弥山的西面也是一千呢由旬的大海底下，有娑婆罗阿修罗王的住处。他们的三个住处总共是八万由旬，现在都叫贝波子多的子多罗的住处。又在这个大楼探经阿须伦品说，阿修罗住处有五处五所，须弥山下的四十万里，四十万里，这个说明了四十万里是好多呢，一万由旬。须弥山的底下有超多斯罗利阿修伦的城国，广长是336万里，是84000由旬，那么以七宝所成，有四个门，一个门边有1000阿修伦居止，又此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4万里，每方面都有1000由旬的城国。南边城波陀诃，西城波利，北城罗呼，东边没说，东边没翻译，没有，各有300阿修伦居止。掌阿含经卷第十二卷二十阿须伦品，起四因缘本愿经卷八正法念处经，皆成数集阿修罗住处。各个经所行的不同，还有许多的说胎藏界的下，胎藏界下切陀经，有切陀经为毗摩子多阿修罗罗王，有九个头部，一个头部有1000个眼睛，那就9000个眼睛了。他的口中吐火，人化火就是阿修罗像，有的吐火的。9个脑壳，一个脑壳有1000只眼睛，就9000只眼睛，还有990个手，脚呢很少，只有六个脚。他的身子有好大呢，大须弥山的4倍，他的身体比须弥山的多了4倍，比须弥山大4倍。观音经的一书上记载，阿修罗有1000个头，2000个手，有10000个头，20000手，有36000头。但是他持戒，持什么戒呢？不饮酒，不饮酒戒。男的很丑，女的很端正。胎战界曼陀罗
金刚不愿，有二倍阿修罗，有诸身不同的记载，身的是红色的，手里的是右手执着宝剑，左手攥着握拳，舍无奈经，吉卜特洛伽海会归，归宅的归啊，卜特洛洛海会归记载，阿修罗是什么样子呢？三面六背，身是青黑色儿。第一个手合着掌，第二手持那个水波旗与水波旗，火波旗、水波旗，就是左手拿着一瓶子火嘛，右手拿着一瓶水。左边第三个手持着刀杖，右边第三个手呢持一个宝器，持仪，仪是一种宝器。大智阿修罗王就这个就介绍这么多。从这经上各个经上所记载的阿修罗，我们不完全知道了，但是菩萨要化身度这阿修罗，这必须得十地以上的菩萨才能摄受他们。知道了。也念念这阿修罗的施法，罗侯阿修罗王得现为大会尊圣主谢陀门，毗摩子多罗阿修罗王得四现无量劫谢陀门，巧幻术阿修罗王得消弭一切众生苦令清净谢陀门，大眷属阿修罗王得修一切苦恨自庄严谢陀门，婆雅阿修罗王婆子阿修罗王得震动十方无边境界谢陀门，遍照阿修罗王得种种方便难离一切众生谢陀门，坚固行妙庄严阿修罗王得普济不可坏善根净住眨眼谢陀门，净住眼浊谢陀门，广大音慧阿修罗王得大悲力无疑惑主谢陀门，现圣德阿修罗王得普令见佛成寺供养修筑善根谢陀门，善因阿修罗王得普入一切取决定平等性谢陀门，罗侯阿修罗王得现为大会尊圣主谢陀门，是十法，就十个阿修罗王。这个阿修罗，我们感觉到这个所阿修罗呀，他也有很多福德了，不是他身形大了，而是说他能够跟天作战嘛，他有天人之福，没有天人之德，主要是嗔恨心特别重，怀疑心特别重。在诸惑当中啊，他一个怀疑，怀疑啊，这个疑啊，正是对着信说的，疑就不是信。他也能够常见佛菩萨，他不信，因为他活的那个岁数。活的那个时间，以他的神通，佛要注视的时候，他的神通里，他能遇见佛，但是他不信呢，
这个不信呢就是慢慢。他愿在四件相上当中他是第一了，非常讷慢，讷慢就是因为自己高，高出别人。像这些个大菩萨四相去做阿修罗王，目的是度阿修罗。阿修罗，说人难度啊，阿修罗更难度，但那些个大菩萨继位来现来度这阿修罗王，得发大心，大心。众生哪一类众生最好度呢？人，最殊胜的是人。所以佛在人道成佛，从大藏经里头没说哪尊佛在阿修罗道去成佛去，没有。诸佛成佛都在人道成，说人道是最殊胜的，但是我们人的报是没有阿修罗的报的厉害。对，以阿修罗的力量，以他那个力量是法力吧，他能，你说信佛者他要恼害你，他要恼害你的话，那你仗佛力加持。对，咱们所说他的法力啊，都是邪知邪见邪觉观，只是阿修罗说的啊，不是现在我们所念这些罗，这些罗都大菩萨了。他也有护法，阿修罗也护持佛法，他要陪佛，他也在修佛。那么他也造的业，造的业，造业。他寿命之长，身体那么大，那些菩萨要度他去的时候，得现那个报身佛。你说，实际上问题是藏六金身，他的身量好大呀，他身量大须弥山的四倍，你那须弥山好大。须弥山上四边就住的四大天王，那你说摩耶这个罗诃罗比这四大天王的力量还大呀？但是他是邪神，邪不勤正，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了。今天我们不讲了，下回再讲啊。今天把它念一念就是了。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节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残忍杀善语，坠河遭恶报。有一家经营多年的鳝鱼面馆，这家店的鳝鱼面做得非常好吃，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品尝。小婷，逛了一上午，我肚子都饿了，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吧。嗯，好吧，我也饿了，前面有一家非常著名的鳝鱼面馆，我们就去那里吃吧。是不是孟老板开的那家？是啊，我也听说过，都说他面馆里的鳝鱼面味道非常鲜美。对对对，就是孟老板开的鳝鱼面馆，我们要赶快去的，那里经常爆满，去晚了就没有位子的。欢迎光临，请问两位想要吃点什么呢？老板，听说你们这里的鳝鱼面非常好吃，就给我们来两碗鳝鱼面吧。好的，两碗鳝鱼面，请两位稍等下，一下子就来了。孟老板面馆的鳝鱼面之所以味道鲜美，是因为每天他都会亲自去市场采购大量的鲜活鳝鱼，只有用活鳝鱼才能保证味道的纯正美味。早，孟老板，您来了啊！看看我今天刚抓的鳝鱼。这些鳝鱼都是活的吗？当然都是活的，你看它们游得多有力呀。嗯，那好的，这些鳝鱼我全买了。好的，我装好就送到您店里去。孟老板，以后需要鳝鱼就到我这里来，价格绝对是市场最低的。价格多少倒没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必须都是活鳝鱼，否则我做出来的鳝鱼面味道可会大打折扣的。您放心，我卖您的鳝鱼绝对是活的。嗯，那就麻烦你了。这些鳝鱼被孟老板买回来后，会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法来进行加工。小王，去把蒸鳝鱼的蒸笼拿来，放在瓦斯炉上，然后把这些鳝鱼处理一下。好的。王哥，这是什么蒸笼啊？里面怎么全是铁钉呢？你刚来还不知道，我们老板制作鳝鱼面的秘诀，这个蒸笼里的铁钉作用可大的。这些铁钉究竟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活着的鳝鱼倒入锅里，然后点火蒸煮，由于蒸锅内太过闷热，那些鳝鱼便会来回游走，锅越热它们就游得越快，而蒸锅里的那些铁钉就会将它们的皮肉自行剖开。等水烧开了，这锅鳝鱼汤也就熬成了，然后用它们来和面，做出来的鳝鱼面味道才是最鲜美的。天啊，
用这种方式来对待鳝鱼，实在是太残忍了。你懂什么？我们店的鳝鱼面之所以好吃，就是因为取料新鲜，直接将活鳝鱼熬成汤，这样的味道才是最鲜美的。可是老板，您就没想到这些鳝鱼在蒸锅里受到了多大的痛苦吗？呵呵，他们就是鳝鱼罢了，鳝鱼最终还是要被吃掉的。老板，你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杀鳝鱼，就不怕遭到报应吗？报应？别开玩笑了，你看我的生意多么好，这都是因为用这种方法做出来面，才吸引了众多顾客，哪里会遭到什么报应呢？唉。孟老板不听劝告，依旧继续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杀鳝鱼。味道真好，果然名不虚传啊。当然了，你看来这里吃面的人这么多，要是来晚了就没有位置坐了。哎，来吃面的人越多，老板要杀掉的鳝鱼就越多，罪业就更深重了，长久这样下去，终究是要遭到果报的。这一天早晨，孟老板又去市场采购新鲜鳝鱼。孟老板来了啊，我今天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不少鳝鱼，您看看下。哦，不错，今天的鳝鱼够肥的。哇，这条鳝鱼怎么这么大？我买了这么多年的鳝鱼，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只的。然而就在孟老板把手伸进水缸里准备捞那条大鳝鱼的时候，不料众多鳝鱼突然涌起，争相咬他的手。痛死我了！好痛啊！孟老板，您忍忍，我这就带你去看医生。哎呀，好痛啊！好了，谢谢你，医生。不客气。孟老板手上的伤经过治疗后稍有好转，便继续到面馆招呼生意。老板，你的手怎么受伤了呢？刚刚被鳝鱼咬的，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哎，刚刚真没想到鳝鱼咬人竟然会这么痛。是啊，真是怪了，我也从来没听说过鳝鱼还会咬人。哼，你们还会咬我，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小王，把这些鳝鱼全部倒进锅里。老板，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这些鳝鱼为什么会咬你吗？哦，这还真的没想过。老板，这就是因果业报啊，您杀害了那么多鳝鱼，而且还是用了那么残忍的手段，所以才会被鳝鱼咬伤的。这不过是次意外罢了，哪有什么果报啊，别胡说的啊。被鳝鱼咬后的孟老板依旧不思悔改，继续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杀害鳝鱼做鳝鱼面，结果恶报再一次降临了。有一天傍晚，孟老板和朋友喝完酒后便独自走路回家，经过河边的时候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河水并不深，孟老板挣扎了几下后想爬上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河里突然出现了数万条鳝鱼，一起环绕在孟老板的腰腹之间，并奋力地将他往河中央拖去。第二天，当大家发现孟老板时，他已经淹死在了河里，而腰间仍环绕着许多鳝鱼。真是奇怪，他的腰间怎么会环绕着那么多条鳝鱼啊？难道是这些鳝鱼将老板拖到水里淹死的？哎，我想是的，老板他不听劝告。